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啤梨葉文輝。長春社咧今年舉辦一個大型嘅慈善環保籌款活動，呢、這個活動咧叫做 Eco Ranger 生態捍衛戰野外定向比賽。這個比賽咧非常之刺激同埋好玩嘅，所以大家咧記住到時去支持啦。仲有我哋一定要支持環保，用少啲膠樽啦，用少啲膠袋啦，為地球出一分力啦。